今天是2010年4月9号，小 V 2月9号，他4个月哈。然后我们现在要进行修诺啊。第一个是我们 Joseph 叔叔 ，Joseph 叔叔，我是基督徒，我祝福神给你满满的智慧。这样，再音考对，可以了吗？可以，吃进去，耶！下一位，下一位，赶快抢哦！我会用完那个词。我们来自第二位，也是来自芝加哥的阿宝叔叔。叔叔，哪一个？你们要把它拨去吃啊！好，祝福哦，祝福。好，祝你平安健康长大啊！谢谢叔叔。好，谢谢叔叔。我觉得这个习俗好好哦，很好玩，感觉很快乐，很。然后我们来自。台湾的疫情叔叔，最近赶快长大，变成大帅哥，好不好？耶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好，他没有你有沾到吗？有，沾到你哎！我要看你哎！他笑，他笑了。来，换哎那个。啊，我们我是要捏跟爸爸一样胖胖的。可以，这都 Mary 叔叔。没关系，没差。你把它整个拿下来好了。真的，你要整一点。来。嘿，你头好壮壮。他头好壮壮。什么？是我已经过站了。在地，他在瞪你。没有，他在看我。他是我说小美女。哎，你看，我就知道。换你啦。换海蒂阿姨了。海蒂阿姨。快快快！哎，妹，帮我拿。叮叮叮。都一直在录。拿着就好了。对，看这样。那我要祝福你什么呢？我要祝福你，赶快长大哦！长大之后好好煮 pasta 给我吃哈，啊，乖乖。来换爸爸，换爸爸，好，换爸爸哦。我们一大罐的。看爸爸啦。哼，你饱哦，吼，想怎会使吃那个咸的食物？好，我吃这个。耶。来，沾一下你的口水。爸爸祝你啊，吼，早点跟我们一样吃香喝辣的吼。哦耶，吃香喝辣耶！耶耶耶！嗯，好，换爸爸，换爸爸，换爸爸，一般的维力炸酱。来。啊，平平安安长大哈！啊，那个什么，你看母奶要吃到什么时候，妈妈都让你吃，好不好？很大罐。啊，可是我们也可以开始吃副食品了哈。好，我们家5个人的。嗯啊。好。耶！耶！成功！耶！